骏梅是沙中线土瓜湾站地标式住宅，坐落九龙核心地段，投资收租潜力优厚，项目有一半以上都是200多呎的开放式细单位，银码细最适合年轻上车一族。骏梅交通便利，又有著名的校网，具有投资回报优势。骏梅由市建局火拍骑士集团和星宝集团发展，位于九龙城道，2017年入伙，属于单栋式的住宅，楼高28层，提供175个单位，其中开放式单位占超过半数，一房户亦都占近30%，是单身人士或者两口之家的上车选择。楼盘景观独特，大部分的单位能够与望里渔门、维港和启德邮轮码头等等，是市区难得一见。这一区名牌中小学、幼稚园林立，是家长不错的选择。34小学校网，出名的有协恩中学附属小学、陈穗琪喇沙小学等等。中学就属于九龙城区，包括有真光中学、协恩中学、喇沙书院、培正中学等等。生活配套方面，骏梅设有商场，又邻近土瓜湾街市，民生所需一应俱全。讲到消闲购物方面，揾食依图就要去到附近的黄埔新天地，商店、食肆、戏院云集，是热门的购物地点。最紧要是落楼即刻见到土瓜湾港铁站，坐拥交通优势，亦都有不少公共交通工具行走各区，出入方便，投资回报真是无庸置疑。想知更多屋苑详情，马上联络以下分行。